鸭蛋们这次真的让孤勇把我恶心到了。这边看到有个小羊，准备和它说话呢。这五号孤勇给我酷似一刀。啊！这个一号他好不了一点，他跟那个七号贴一块的。然后这个七号倒了，我在旁边站着的。真的好恶心啊！刀了还不承认，你要说怀疑我是坏蛋把我刀了，我也认了。现在还在这假装不知道，有你这么玩孤勇的吗？我跟那个一号说我是在等好事，但是他不说话，反正一票了吧。一号不是中立吗？一号不是傻蛋吗？不知道啊，他没说话呀，他没跟我讲他什么身份，我只跟他说真好，拼命的跑。我说我不刀你，你别跑。他要跑，你就给他刀了呗。那我不知道怎么办啊，我万一刀了我咋办呢？我不能随便刀人，对不对？真的越听越恶心，你也知道不能随便刀人啊。然后我就往煤矿片区电力那边看呢，然后这一号就跟过来了，他跟那个小羊贴一块儿，我在旁边，那个小羊突然就倒了。第二轮发言他没说话，这是第三轮。这个七号死不瞑目，我真的是太对不起他了。因为这个一号，他最开始还跟我说他是傻蛋，然后帮他赢，然后我是个孤勇，我就到了那个电力室，这个一区再贴一块，我在旁边，然后我测的身的时候，我还能到这个七，然后我给七刀了，然后踩这个一，他结果不是个傻蛋，真服了。还在这笑，我真的气炸了！最后他们给六号傻蛋投了，在这里劝大家玩孤勇别乱刀人，不然真的很生气，游戏体验极差。东东今天也很喜欢你们。